家。这够好的了，那还有个地儿呢。你这位置算算他们领头羊了，你看，在这儿。过人家六了，来吧，来吧，来吧。
高地进去了。刚好，刚好的，刚好。后面一个，后面一个，刚好。这有采访吗？没有采访的，全部都是摄像是不动的，然后刘德华在拍照，但是他最后会给一个补充的素材。给什么？给一个补充的他的采访素材，不是一对一的，但是要七八点才结束。你都不知道吗？不是啊，我第一台船的时候写李迪，后面还有个李迪。你看昨天都没人载我呢，你看我觉得我会有事动吗？哈哈哈哈哈。后面采访出来，昨天李迪也要带一个，然后把我丢外面，他他妈忙的跑来跑我那骂我了，快采访了，想起我在外面了，妈逼的，我都给你了，你自己看吧。我出来的时候就看你排在最前面。啊靠！周杰雄，那确实是最有名的。王思聪，美国女友。我以为没艺人呢，后来他妈直发都是。这边能架吗？跑到前面去了，不一样，你看这个一局全没了。
我们是官设。那你们是线下的。尊敬的各位欧神、奥神领导、商场贵宾、媒体和刘德华的粉丝朋友们，欢迎来到欧神、奥神四手天王发布会。发布会将在三分钟之后正式开始。劳驾各位将您的手机转为静音或者是震动模式。谢谢各位的配合，稍后见。我最近发现没
这一打我们就是容易跑掉，肯定会跑掉。他们是机器，我的机器里乱乱，那个容易坏了。小视频要点来吗？这是现象，是我的名字。大家下午好。之前我都久等了。欢迎各位来到Ocean 四手天王的发布会，我是黄子佼，非常荣幸能够看到这么多贵宾，还有美女朋友，还有刘德华的粉丝，还有许多的销售精英。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把 Ocean 的三个颜色蓝绿橘穿在身上的黄子佼啊，希望创办人有看到。好，今天呢，首先要再次的对 Ocean 献上我的佩服之意，因为四十年。从白马王椅到四手天王，不断地从传承再走到创新，你们知道吗？在全球的战略布局之下，此刻2019年的 Ocean 在全球有19个国家、85座城市、401个分店，并且呢，是因为我们洞悉消费者需求，还有了解到底大家需要什么，以及有良好的领导阶层，还有各位销售精英的帮忙，让我们打造市场上面非常优质的产品。那么，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今年是 Ocean 40周年，在此也祝福 Ocean 40岁生日快乐，恭喜恭喜！好了，今天呢，我们除了要祝贺生日之外，最重要的是让大家了解四手天王的魅力。当然，四手天王会有一位主角稍后会登场，在他登场之前，我也想听听看 Ocean 的领导有什么话对大家说。各位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资深副总裁 Mindy 王明芝女士上台，代表 Ocean 致辞，有请。欢迎 Mindy 副总裁跟大家说几句话。各位媒体朋友，各位现场的嘉宾，各位Ocean的顾客，大家下午好，你们好。很高兴利用这个机会代表Ocean来为大家说今天的欢迎之词，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拨空参加。今天很开心利用这个机会分享奥盛的喜事。第一件喜事呢，是四手天王呢在亚洲上市以来得到了非常多的顾客的满意跟支持，所以我们在中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它的支持度高达了97%以上。很多顾客因为四手天王得到了全新的按摩享受，那也感谢呢我们的刘天王参与明星制作人帮我们制作出了一个叫好又叫座的四手天王，所以这是第一件喜事。第二件喜事呢，是今天刚刚娇娇说了，我们今天是我们40周年，大家从外面的展览厅
可以看得到傲盛一路走来的成长历程，秉持着以人为本、以科技为辅的一个品牌发展概念。我今天想分享三个 I， 第一个是 intelligent 智能。傲盛现在目前有四条产品线，这四条产品线呢是健体、塑身、检查测量，还有放松跟舒缓，最后还有一个清新跟净化。我相信很多人对傲盛的熟悉都是从放松来的。其实我们有这四条产品线，那每一条产品线目前也朝着智能 IoT 的发展，所以这个是我想第一个分享的 intelligent。 第二个是 integrated 整合。今天很开心跟大家说，傲盛在中国每一个营业据点都是直营，不管线上线下 O2O，我们都是希望确保顾客能够得到一个完整无缝连接的服务，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第三个是傲盛很重要的 interactive 互动，我们不只是要卖产品给顾客，更重要的是发挥公司的品牌精神，激励健康生活，这才是真正希望顾客从傲盛这里得到的。很开心一路走来，今天四月份在新加坡，我们也即将开出第一家第五代的概念店。这个概念店结合了智能体验跟互动，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概念店，结合了未来的不仅是在生活上的追求，更是在我们不仅是健康生活的追求，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传承到傲盛的精神。很开心今天大家来参加这一个发布会，那希望大家在未来的生活里面能够有傲盛陪伴，也祝大家今天身体健康，身心愉快，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傲盛资深副总裁 Mindy 王明芝女士，简单扼要的跟大家分享。经过他的演说，大家更了解傲盛，也让我们学到很多英文单词啊！但最重要的事情是，相当不容易。各位，四十年来，全球从亚洲到欧洲到澳大利亚到北美的商业购物区，全部都是直营。你知道这有多困难吗？但是傲盛做到了，当然还有我们大明星的加持，稍后我们也会邀请他登场。不过，哎，明明您的演讲非常好，就是没夸一下主持人的服装。很少有男人敢这样穿的，你知道吗？要不是为了你们，你看创办人都穿得很素雅，对吧？好 ，Anyway， 接下来我们要迎接一个 Opening Show， 这个 Show 呢带来一些声光的效果，代表我们四十年给所有消费者非常璀璨光明的人生。而稍后我们的明星制作人就要登场，明星制作人为我们打造的就是在台上的星星，他是按摩界的一颗大明星。一颗星星，而这个秀就要用星星的概念呈现给大家，让我们迎接今天的 Opening Show Show Time。
谢谢谢谢舞者为我们打造的 opening show。 现在请目光聚焦到舞台中央，四手天王这一颗按摩界闪亮的星星是由谁打造的呢？就是大家最喜欢的演艺圈巨星，有请明星制作人登场。刘德华的风采，好，麻烦华哥看一下左手边，如果您愿意移驾到这里的话，我想大家会很兴奋的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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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是敬业乐业，而且呢非常专业的华哥，好，请照顾一下大家的手机，记得帮我们啊宣传一下，傲盛的最佳代言人就是刘德华，谢谢，好，劳驾，华哥可以到另外一区吗？可以吗？谢谢谢谢。大家难得相聚在上海，我们让所有的朋友啊都宾主尽欢，尤其现场有很多的销售精英，还有许多的粉丝，大家都非常想念刘德华先生。哦，请他，哇，很专业，你看他就知道要跟椅子拍照。看这个代言人，我想我们待会顺便进行续约的仪式，好吧？这实在是太厉害了，好，非常的敬业，非常的了解大家的需要。好的，那我们先放下手机。借由您的双手拍个手给华哥吧，好吧，谢谢。来，我们给个话筒，给个话筒。好，哎，小心。三 D 型，三 D， 你穿的对对对。我，哎，你前面出场两分钟的巨星风采就在这一刻灭了。这没，没有变成。现在因为我明星制造人。哦，对，你现在是明星制作人，不能把它盖掉。了解。他面前叫青岛。哦，他才哦，为他青岛，掌声喝彩一下。没想到这么久不见，你还是这么会掰。因为说，哎，不能说。还好是你，其他人就不行了。不不不，我看到你，你要小心，保重你的身体。我很好啊、哦。先跟大家问声好，所有朋友等你特别久。对对对，大家好，我是刘德华，谢谢你们来。他是明星制作。哎，这一种还不够啊，还不够啊。应该的，应该的。要掌声的就只有我一个。是的，必须的，因为你现在是明星制作人，对，而且你是三度代言四手天王、啊、首先我们先确认一下，请问你另外两只手怎么没带来呢？你骗人，广告里面有四只手，超帅的。哎，我四只手在里面哦，我是没有手的、哦、我是没有，完全没有。懂了懂了，你制作的星星他有四只手。对，明白明白。可是我很好奇，什么叫做明星制作人？所谓的星星，一颗闪亮的星星，叫你是巨星，他是星星，条件是什么？条件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它是需要颜值，颜值这个非常重要，演技，演技是必须的，才艺，才艺一定要有，还有一样是我完全没有的，是话题，
你还叫没话题呀、啊？你常常上热搜，你不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哦，你太客气了。我们再说一次：颜值、演技、才艺和话题。哇，这四个这个特色，字字句句都是冲着我来，太好了啊！那我们就冲着他了，冲着他，我们脸上贴金。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好不好？比如说，我想问一下华哥，你当然你自己也有颜值，所以这颗星星，那他的颜值在哪？他的颜值在于他的设计。好。您是说这个小心我小心我会倒你别吓我好这个地方对不对对对对它的颜色有很多然后它的这种绘画是一个手工的、啊、哦很美耶完全就是它的技术已经有我那么厉害了哦哦是是是都像你画的那么厉害就是好这个有中西合璧的画风花卉的画作在上面对对然后艺术跟商业都融在一起没错其实我们摆在家里它其实用的时候是按摩椅摆在那里的时候像是一个装饰品艺术品说得好不愧是制作人然后呢椅子这次有五种颜色对不对 对有什么颜色你告诉大家、啊、包括有这个蓝色啦蓝色紫色啦还有粉红色啦啊还有紫色不对还有 beige 啊那什么 beige 是米色对、你刚是讲英文吗好像是Okay, 是德文 OK whatever 刘德华的文哦德文啊刘德华的文好所以这个就是颜值啊有五种颜色然后旁边还有花卉的彩绘所以它真的不只是按摩椅不会按摩椅摆一件在家里是的像艺术一般的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演技呢还有就是所谓的才艺这怎么去解释呢它里面这个是需要你去感受的我可以演技对你可以美哀哎各位哦各位你怎么突然间有曾志伟的 style 唱歌各位德文我可以在坐的主持吗坐坐坐啊我一次出道那么多年很少感受一下我坐着刘德华站着啊对你好好听我说啊还没到那儿那是第四个你先回去他急着想没有这一边没关系那个是美女在这儿没关系不管就今天只有我跟你好那我们就来使用一下啊你所谓的这个对就是他有四个滑轮有哎你真的感觉到吗我有感受到对那四个滚轮像不像他是滑轮但是演是演绎就是他的演技可以把它演到像一只手哦那就好像明明是四个滚轮对但却像四只手四个按摩师在帮我按对他是演绎的非常好哦对而且我一闭上眼我就觉得那四只手是刘德华的手两个天王对对对天王有两个刘德华对哦哎你怎么又出来了还没我会 Q 你出来你乖你乖我跟刘德华还没拉不行你过来陪我我还没聊完没爽完呢还有一个重点对这个所谓的才艺哦它不能只有四个滚轮啊它还有增值保值效果就是那个按摩的程序听说可以无限下载对对这个是就是三次不一样的那我刚刚来的时候它就是有按摩的对然后第二次我跟他们合作的时候他就带了一些可以 download 一些程序对然后有不同的按摩的方法对各种的程序现在进步了有两哇两个然后用过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功能太棒了有很多的程序你可以永远无限下载所以它不只是保值它还增值对然后呢你还可以量身定制自己的需要比如说你喜欢多按摩的是你刚刚摸着头说脖子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摸手指、这里是脖子对那你如果是因为我后面是这样你看不到没想到这个背纱连背影都这么帅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最需要的补强哪里呢我现在就是那个时候盘古叫是盘古这叫盘古吗不是吧盘古是开天辟地的那个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是哪这个臀不是盆骨盆啊盆骨盆啊盆骨盆骨盆骨还是那刚才是我德文错了吗你的德文很奇怪啊懂了天王说什么都是对的好了是时间他们出来的接下来请美女刚刚讲到了有才艺有演技有颜值接下来就是话题这个肯定是会成为大家的话题这个请天王来说明一下好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可以享受不同的才艺对对对刚才是演技嘛现在就是才艺了
好好。对，这个，哎呦，对，哎呦，这个适合年轻人看的，太近。这不是你吗？我是。不是，他现在放的是你。你给我按一下，就是他有什么节目？你不用按，他已经在 play 了。他在 play 了，哦，那是很自然的。对对对，哇，太酷！来，给大家看一下。所以这里好像一个 3D 环绕的音箱哎。对你按摩的时候，你的伴侣也在旁边帮你看，一起看，哇，这种享受。什么伴侣在旁边一起看？买两台。买两台。对不对？叫你买两台啊，帮你冲一下业绩啊，对吧？你这个代言人，我知道你压力很大的，先生。对。每签一年我就担心，你知道吗？没事没事，他们真的那宣传的太好。对。那现在享受完了吗？享受啊！所以我们 press conference 可以继续了吗？可以啊，你已经忙你的，我是我要十五分钟。你是啊，十五分钟啊，好，没关系，你再享受，我就跟大家聊一下。是聊到他的才艺，那他的才艺，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刘德华，有刘德华，继续的还是刘德华，好帅啊！再看。还是刘德华，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才艺的刘德华。你是说我不管把我的手机 pad 放上来 play 影片，只能放刘德华？对。如果放别的，我也对，没有不会放别的，放别的，别的艺人就会慢慢就变成刘德华。然后他们也慢慢不拍广告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那个四手店。真的假都被我们的销售精英，对只要坐上来这么神奇。就是其他电话都不是为了钱，那我是为了那个他的那个数据，哇，多数据的那个。是，我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你真的有业绩压力啊。对，讲得非常的浮夸。那我做完之后，我起来该不会我也变刘德华的吧？哎，不会，还是自己保留自己的那个特质。不可能，我再来。但是有。我变刘德华了。好的了，掌声谢谢最佳代言人。谢。好厉害！哇，这个椅子真的是特别舒服哦，而且真的四个滚轮在后方，然后颜值又高，对，然后又有各种无限次下载的按摩程序，对，才艺多才多艺，对，再加上我们的话题，啊，这个 3D 的环绕音箱，对，家都开心。对，就是只要他有什么话题，他就可以靠这两边的那个喇叭，然后传播出去。没错，所以呢，这个朋友来家里啊，这也是问一个话题，或是你想了解新话题，哎，把这个 iPad 放上去就可以掌握全世界。对，所以坐在按摩椅上真的舍不得起来了，是不是？当然了，坐，但是还是要坐，坐，因为真的不便宜。好了，重点是它真的很值得。我刚刚讲保值又增值，这就是四手天王的厉害。那你刚刚讲的颜色，不如我们过去看一下。我想考考我们的巨星哈，像这里有蓝色的，蓝色的您觉得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消费者来使用呢？我也不知道它到底代表什么，但是它代表了我爸爸跟妈妈不一样的选择。蓝色是我爸爸最喜欢的，送给长辈，男性的长辈，对，很稳重的。那就是我爸爸跟普通的长辈没什么两样，是，所以它就代表了所有这个族群的人。你爸爸跟普通的长辈没什么两样，对，哦，那你想要什么两样法呢？对，你需要他们遵守吗？他们喜欢的东西，感觉的东西都一样。其实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刘爸爸就像是最佳的试用者，只要他喜欢，就表示大家可能都会接受的。对，他就是最佳的。明天我跟你一起代言哦。你说的？对，真的吗？老板都在了，好，说就我说的算。明年没我，你尴尬了。我告诉你，他老板他说不算。但是不一定有我。不行，一定要有你。一定要你，你放心，一定要有你，拜托，对，一定要有我，而且我们价钱比他便宜很多。好用，我话又多，这个跟价钱啊，对不起，你还在啊？那这个颜色呢？这个适合谁呢？那个适合爸爸，这个颜色女性的，就是妈妈级，对，或者是老婆级，老婆级妈妈级。女朋友对，小女孩都是这女儿级，对，哇，妈妈级、老婆级、女朋友级、女儿级，那我觉得女孩子就一辈子总会有一段时间喜欢粉红色。对，尤其母亲节快要到了，这个是很好的礼物吗？对不对？对，冲一下业绩，对吧？是冲一下业绩，你要会做人啊。有时候节庆是很重要的，对。所以呢，各位母亲节要送礼物还不知道买什么的，请买我们的
四手天王。对，啊，是的，那这台肯定适合端午节了，是吧？照这个逻辑来讲，来，这个颜色适合什么呢？就是紫色。如果你们真的是跟我一起长大的，哎，如果你们真的知道，我入行的时候非常喜欢紫色。对，你有一些歌好像跟紫色也有关系，对不对？我写过《紫色的灰暗》。没有听过，我想现在听两句，不然我想。紫色的灰暗，这样就唱完了。听王唱歌越来越随便了。好吧，大家自己 follow 一下。所以呢，紫色你自己特别爱。对对，我觉得很浪漫。哎，就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就可能有其他的颜色代表了很多不同意义。对。但是我觉得我一出来的时候，都是那种地方嘛，很黑，跟有一些红的血腥啊。你说在电影里面，是不是就是暴力的血腥？对，谁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所以那个红色跟黑色，对，就变成紫色。哦，红色的加黑色的混搭在一起，就变紫色，就是刘德华很多电影里面的元素。对，他在演警察呀，总要遇到很多黑帮或者是血腥，然后融合在一起，这就代表刘德华色喽。对，特别好啊，浪漫、尊贵啊，紫气动人的浪漫。什么？男人的浪漫。你刚刚讲男人。男什么？不要搞我，我告诉你。那你本来好好的德文给你。那你跟我说，当男人很难。当男人很难。哎呀，好啊！您的普通话还是一如既往的标准呢、啊。哦，谢谢。特别棒。好，来，我们回到舞台中央。好好。那么大家看完三种颜色的分享，这是刘德华的建议哦，所以真的不只是话题性十足，而且他在技术上，还有呢在才艺上、演技上以及颜值上，都是值得大家来信赖的。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刘德华先生哈，因为你知道呢，我们在这个今天有很多很多的贵宾是不客气来的，但是你知道他们的反应有多好吗？你有没有听到刚刚Mindy前面的演讲？哦，我听到，有听到吗？我听到，要认真听老板讲话。有很多英文嘛，对不对？很多单词嘛，对的。I 开头的。不要以为我在后面，他你知道吗？他还没出来，我已经被拍到站在这里，坐在那边等了。真的？我还问他还有一个节目，他说你必须要这样，收了钱就要这样。就要等，对不对？他真的在后台等了十分钟，特别不好意思。好，那你有没有听到 Mindy 刚刚讲了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因为这个四手天王上市一阵子，已经有好多消费者拥有，他们使用之后比较满意度高达100%。来，我们看一下，哎，还没 Q 又放出来了，今天公关公司很着急啊、哦。是全球粉丝热烈的支持，傲盛的四手天王，大家都感受到了双倍的享受。非常高的支持率跟肯定率，谢谢各位支持，大家都说我喜欢，疯狂打 call。当然更感受到王者归来的按摩实力。好，在各地的店面呢，都有很多人来试坐，并且开心的将它带回家，男女老少都喜欢，看到没有？这就是傲盛。好，又回到了这里了，哎，你的对啊，我也满意了。OK， 97%的满意度，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刘德华的代言。今天还有很多粉丝啊，他们也是已经拥有四手天王，特别来看你。好，但是我要问他们一个问题，确认他是真的粉丝，才能够坐上按摩椅跟您来一张大合照。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好，来，我们请四位非常优秀的粉丝，我们已经选好了，对不对？好，在哪里？好，请上台。好，那边举手的，抱歉让您失望了，下次有机会再来啊。好，欢迎四位。好，欢迎。Hello. 好。谢谢。先起。好，现在手上呢拿着，对了吗？这个。好，现在手上拿着，先试试看能不能按，能不能按？哎，能不能按？有吗？有亮吗？有亮吗？是这个灯吗？只有它有亮。哎，好，大家先把这个要抢答，答对的朋友才能够入座。好，他说他们都不要按，就你按它。
那你就四题都对，好像厉害。算了，这个灯不要了，来来来，先收回去。你也没了，因为场地太亮了。来，没事没事，来帮我们收一下李小姐。李小姐，该你来的时候你又不来，不该来的时候一直上来。哎，没事没事，我们帮你收。哎呀，我们有一位李先生啊，哎呀，好，那李先生收好了就下去啊。好，我们直接问好了，直接举手，一人一题，一人一题，一人一题，对，答对的才可以落座啊。请问，今天我们发布的产品叫什么？你的麦克风直接就打到他嘴巴，什么？好，再说一次，答案是什么？奥森四手天王。正确。好，请入座，自己选一个椅子。啊，哎，当然要选他近一点的，聪明。啊！但你以为你是聪明最聪明的吗？要是我就选中间这个，待会刘德华坐我腿上。这是错误示范。第二题，你要不要出个题目？你出题，我出啊。好，第二题，请问，请说出四手天王最佳代言人刘德华让你欣赏的地方，至少讲三个优点。开始。他很帅呀、啊，是一个很勤奋的一个艺人。勤奋。然后唱歌唱得很好听哦，可以慢慢出吗？可以啊、哦、唯一的缺点是那个盆骨比较酸痛。你要保重身体，可以吗？好，请入座。来，你选择哪里？哎、你选一个啊。哦，好，他选蓝色。其实每个人喜欢的颜色都不一样，所以奥森很厉害，出了五种颜色任君选择，对不 对, 对。好，下一题，请任意说出刘德华先生的一首歌曲，并且最好能够哼唱一句，可以吗？开始。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刮，冷冷的冷冷的。你别笑他，怎么了？他唱错了吗？唱的太对了，太对了！你们怎么可以笑他？完全是我写错了，我歌词写错了。对呀、啊，唱对了。他今天唱的版本是对的，我乱了。当年是他乱写，今天才是对的。对，现在开始是对了。等下一次听到我这样唱，我不是忘了高兴。看到一个天王的暖心了吧，他唱错，既然一个作者说是我写错，掌声鼓励一下吧。有没有这种巨星？好了，我们就那就让他过了，让他过了。好，你要坐哪里？你要坐哪里？好，就这四个，对，不然还是坐那里。这个合照不好拍哦。好，那个好，最后一题，这要难一点。压轴的。你对刘德华了解吗？了解。熟悉吗？熟悉。太好。请问刘德华先生今天早餐吃了什么？吃了早餐。漂亮。哎，好像也没错，对不对？不行了，我们要出一个专业一点的题目啊，真的题目来了。请问四手天王可不可以无限下载最新按摩程序呢？可以吧。可以吧。请把去掉。可以了。可以。可以，好，答对了，恭喜你。你要选坐哪里呢？啊，好，那你要在这里。好，那接下来就是合照的时间了，请刘德华入座啊。这个是往这边哦，你要看着那边。好了，你不要闹了啦，这个是天王要坐的、啊、你赶人家走，你要坐这里啊。我坐这。哎，我站着。好，来，我们请五位一起看前方，来拍一张超级长的照片啊，超宽的照片。好，请大家一起比个四好吗？来，因为我们是四手天王，而且40岁，生日快乐啊！可以学华仔这样子，这是魔鬼脚，刚好加起来是四，来，双手 rock 的感觉。好，哇，这张照片特别难拍，主播两个人根本不在镜头内啊。请摄影师帮帮忙，让他们能够一起入镜，因为今天舞台实在是太大了。好嘞，谢谢，可以吗？帮帮摄影师。好，我们给他们一个福利，让他们靠近一点，好不好？好，来来来，四位，赶快把握机会，谢谢。哇，太开心了，太开心了，这边的朋友很羡慕啊、哦，羡慕哈、哦。哦，男生都没有啊？没有啊，这里面有男的，你看不出来吗？刘德华，怎么会男生都没有呢？好，请帮我们比个呀，双手的魔鬼脚加起来刚好是四，四手天王就在这里，最佳的代言人，最佳的粉丝，谢谢你们，永远支持刘德华，永远支持奥盛，谢谢。哇，你这个真的是，哇哇，这福利真的太多了。哎，你们四个人都已经买了，对不对？你这报完之后再买两台，我告诉你啊。谢谢，谢谢四位，谢谢。
谢谢谢谢我们巨星华哥，永远是这么的爱粉丝，这么的勤奋，这么的专业，而且我知道这次的广告还有一个导演版，对不对？对，因为你扮演好多角色嘛。对，这次在拍这个广告，对，我们要先看还是先聊呢？先看吧，先看。好，我们来看一下刘德华《四手天王》导演版，请看。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我有四只手，四手能创造奇迹。请问你们觉得我该怎么回？刘德华先生为您预备一场个人四手独立演唱会，请全球互动一票难求。还有他，傲盛四手天王，四手按摩，两只手揉捏肩颈和腰背，同时多两只手按压臀腿，给你全然享受的体验。四手按摩，双倍享受，傲盛四手天王。在里面扮演了好多不同角色的刘德华，你自己最喜欢扮演哪个角色？你刚刚有厨师、啊，我喜欢煮菜，煮东西，对，自己在家里也会煮，不会，所以这是一个幻想，会才开心嘛，演员就是这样，对，广告里面就会扮演你不会的角色，对，拍的时候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吗？我最难忘的是，大家都以为另外两只手是电脑的，对，不是吗？不是，那现场有另外一个朋友陪我一起。他是一个舞群，就是一个跳舞的，我认识他的老师。嗯，然后呢，我们要一直在数节奏。啊？对，就是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二三四这样子。所以你在前面演的时候，他同步也在你在我后面。对，所以你们他只有手是看到，对，就是跟我的服装一样。是，对。然后呢，他上的时候你下，你下的时候他上，或者打在一起。炒菜的那个也是啊，陈奇的东西，他旁边抛这个，我用这手机。接也是这个我不相信，这一定是 CG， 这不可能是真的。不不不不，真的。那我先丢话筒，你接接看。你丢啊，那个来来，我不敢我不敢。但真的就有一个人一直在你后面这样同步的在演。对对对。那举重啊，打那些啊都是。哇塞，那个人太幸福了吧，一直贴着你的背，真的贴得很紧哦。我本来要求是女的，他们都不肯。你是什么问题？当然不可以啊，这所有粉丝都会觉得没什么话题。别客气了啦，精彩的广告片播出之后呢，反响非常的热烈，我们再次谢谢刘德华，因为这个广告片一看就知道不好拍，他要换很多的衣服，很多的场景，甚至刚刚你还透露了原来后面真的有一位演员，掌声给刘德华拍拍手，太厉害了，敬业，谢谢您的分享，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华哥帮我们当一个颁奖人，因为能够在这半年的时间取得销售的成绩，有许多的销售精英，还有在各个商场的领导给我们大力的支援，那今天呢，我们要透过这个发布会让华哥颁奖给他们，首先我们要邀请第一组的代表梁基业、李仁秀，请上台领奖，稍后我们请刘德华先生为他们颁奖，恭喜！哎呀，看到刘德华本人了！好，平常都在店里面看海报，对吧？今天看到本人了，好，我们是把我们的奖牌先拿上来，谢谢。好，请刘德华先生帮我们颁发。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李仁秀小姐，恭喜，好，请合影一张，恭喜你。接下来请梁基业，有请，好，有请梁基业，恭喜，别含蓄啊，该报的时候啊，前面还在那里小家碧玉呢，好，后来露出真面目了，好，我们先颁，恭喜梁基业小姐。好，请李仁秀加入，同时还有八位伙伴。好，欢迎这一组的几位同仁一起上台来共享荣耀，大家一起来拍一张大合影。谢谢你们，辛苦了。好，左边四个，右边四个，好吗？来，自己安排一下位置哈。好，谢谢。好，均衡一下，均衡一下。好 ，OK， 好好好，挤一挤，挤一挤，好，都行，都行。好，好，请看前方，来一张大合影。
谢谢。好，请看前方，来，我们学一下刘德华的手势吧，这是他今天特别发明给我们的，两个魔鬼脚像摇滚巨星的一样，但是呢，一边两只，加起来四只，代表四手天王40岁生日快乐的傲盛，谢谢。好，接下来有请第二组，欢迎晨晨、周亚楠，有请。好，华哥太可爱，还送客到那儿，你别走，你就站在中间，你去送客了，你是主人，欢迎二位。好，请递上奖状。他说：“刘德华你好帅啊，而且很有亲和力，对不对？特别有魅力啊，是我们大家永远的偶像。”好，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好，谢谢。哎呀，头发烫得特别卷，很有魅力。好，我们也邀请这一组还有6位伙伴来一起上台来。谢谢本组的销售精英。为傲盛的努力，为四手天王的付出，让我们能够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佳绩，谢谢。好，来，欢迎欢迎。哎呦，开心啊，你看你那表情，哈哈，我们镜头全拍下来了，哈哈，笑得你看合不拢嘴，男的就别了吧。好，一样，一视同仁，抱一个。来，我们大合影一张，来学习一下华哥的手势 ，Rock。好，一手够2指啊、哦！哎，好，姑娘您多了1指啊，那你变成五手天王了。好，我们刚留下一张珍贵的合照。好，请看前面，谢谢。最后一组，谢谢。有请陆丹丹上台受奖，欢迎陆丹丹。其实华哥是最佳代言人，但我们今天有更多的最佳销售，他们都在不同的商场为我们努力。谢谢你们把最好的产品介绍给消费者，好，让大家都知道傲盛是最了解大家的需求的品牌，可以，谢谢。还有9位伙伴，来，本组9位一起上台共享荣耀，谢谢你们。好，谢谢。看起来都好冷静哦，这一组啊，在演啊，在演啊，在假装没事啊。好，这组真的好乖，好冷静。好，来移动一下。你看华哥不愧是巨星啊，他还知道要怎么挪位置。好，谢谢，来一张。好，来手势学一下华哥。耶、yeah, ，不愧是我们天王中的天王，因为他是四手天王。好，谢谢本组，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要请华哥留步。华哥呢，你知道今年是40周岁。你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要给傲盛跟大家致意一下？嗯，其实本来想找个机会到新加坡陪他们享受分享那个40周年的那个生日快乐，然后在这里那个希望就是41年、42年、43年，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每一次你都邀请我哈，好不好？好，那恭喜你们，希望你们永远都成为大家最好的选择。谢谢。今天华哥不仅来当代言人、当明星制作人，他还是要送一份礼物给傲盛。在此，我们要邀请傲盛的创办人，也是现任 B3 集团的主席沈财福先生上台，有请沈先生。好，不知道华哥要送什么礼物给沈先生？好，请帮我们把礼物递上来。来，麻烦李小姐。好。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牌匾啊，上面呢写着“四手天王，傲震天下”，太棒太棒。好，沈先生，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先啊？先拿礼物好了，先说，好、啊、先说好。沈先有什么话要对刘德华或对大家说吗？没有，好，那就唱冰雨吧。冷冷的冰雨在啊，就不要送礼物了。沈先很客气的，好，谢谢沈先生。好，那我们来收礼物，好，谢谢。好，我们两位来合影一下。谢谢刘德华先生送的牌匾，匾额上面写的“四手天王，傲震天下”，特别有意思。好，希望我们这个傲盛品牌呢，真的把这个按摩椅的震动呢，走遍天下。谢谢，谢谢，好，谢谢，好。好，沈先生，您说什么可以告诉我们大家？你刚刚跟他窃窃私语说什么？一样的，我也有点礼物送给他。你也有礼物要送给他？另外的一个品牌。好哎、欸，好哎、欸，哦，好棒哦，好，沈先生竟然出人意料的，突然间拿了
礼物要哦，这是集团另外一个品牌 TWG 茶的茶叶。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沈先生，好，谢谢谢谢。他们在聊这个明年的许价码什么的。谢谢，猜中了对不对？还有 TWG 要找刘德华代言啊之类的。好，好，谢谢，来帮我们拿一下，谢谢礼物。好，非常温馨，非常温馨哈，非常的感动。那当然，在今天呢，我们在舞台上啊，稍后也会进行取访啊，稍后我们有几个问题要劳驾华哥来回答一下，好，包括一些工作上的近况等等。好，那需要取访的有需要拿麦吗？还是我们直接这样问？直接这样问。好，那您站在中间哈，来，您入镜就好。好的，第一题，我要代替媒体提问的是，和奥盛第三次代言合作了，这一次的四手天王按摩椅最吸引您的地方是哪里？我觉得现在这一种的话，在就因为它的设计上面比较适合像你家里的一些家具，然后以前可能在那个大厅啊，然后放一个按摩椅的话会有一点点怪怪的，但是现在这个设计就会让你家里的那个设计上面还有那个气味氛围上面会比较有艺术性，而且真的很适合大家。是的，谢谢。第二题，请问奥盛就是奥盛四手天王的按摩椅设计史上，而这几个颜色您最偏爱哪一款？我当然是选了紫色，因为中间有一些我爸爸也选了，我妈妈也选了，然后其他人很多有一些比较普通，但是当一个艺人可能就需要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颜色，所以我选了紫色。谢谢，浪漫的紫色。接下来想请问华哥，拼命三郎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平常呢自己有没有什么舒缓压力的秘诀？就做一做按摩就好了。标准答案，好，可以过关了，你可以跟刘德华合照啊。好，下一题，请问今年有新电影《扫毒二》，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诠释的角色是什么样的人物？在这个戏，我是一个有钱人，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碰到很多很多毒品上面伤害了我以前的父辈的那些问题，然后一直对那些反毒的人有一些抗拒，然后所以我中间就看到有些不公平的事情，我就会跑出来，但是我这种行为在戏里面是不对的，所以就产生很多很多问题。对，这是我角色的背景。谢谢。好，请期待扫毒二。那我们看到花絮里面发现许多飞车镜头，想问华哥，拍摄的时候是不是挺危险的？现在拍戏不危险了，拍广告比较危险。先换很多衣服。啊，拍现在都是在绿屏啊、绿幕啊上面拍的，然后有一些比较危险的，都是一些专业的stuntman去做的。是，同意同意，巨星还是要保重，不要逞强的哈。接下来呢，下一题，在电影里面合作许多老朋友，有没有什么感想或是感触可以跟大家分享啊？每一秒钟都是开心的，因为真的老朋友可能不是每天都见，但是我们彼此心里都想着大家，有机会一起玩，然后可以去去救，然后又收点钱，多好！真的哦，这开心开心，开心的工作，工作的开心。接下来最后一题。今天现场还有许多镜头前有好多好多粉丝一直都默默支持你，有没有什么话在今天想对大家说？大家现在看到我了，就是在我网络上面可能有很多很多谣言啊，什么我身体啊怎么样，就其实我还是蛮健康的，然后我会好好的保护自己，你们也要，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年一起的。好，谢谢。非常的谢谢华哥快速的回答我们几个问题，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再帮我们推荐一下四手天王，因为这是今天我们在这里相会最重要的目的。对，今天如果业绩不是那么好的，明年你就看不到我了，所以拜托大家帮帮我。非常直白的一个宣导，就没看过他代言人这么不含蓄的啊。好嘞，刚刚呢，多希望沈先拿出来是明年的合约啊，就拿的是茶叶。对啊，对啊，大家要记得，真的真的，就是所有广告上面的，大家可能是觉得哎，只是广告，我没有骗你们，你买一个回去，你就知道我所有说的话都是真的。明白明白明白，我也相信，因为以他的形象跟他的资历，以还有他的存款，他真的不差这个代言。对啊，是真会钱吗？好像是哎，
他是真心喜欢他才会代言，这就是刘德华这么多年来大家很清楚。所以谢谢华哥今天亲自出席，为我们证言，为我们发声，谢谢你支持傲盛四手之王，也请大家支持刘德华，支持40岁的傲盛，谢谢。对，也谢谢你们用你们掌声，谢谢我的巨星。对，你的信心好，那你就坐着他回坐回上舞台吧。哦，再见喽。好，好，那你要啊、哦，帅帅的，帅帅的，你也知道他转得特别慢哈、哦。拜拜。好的，各位，刘德华在2分钟之后才会离开你的视线哈、哦。请大家继续的跟他挥挥手，谢谢华哥，谢谢。后面的需要你的眼神，华哥，右后方，右后方，后后方，很多人看不到你。好，这边这边，左后方，左后方。多谢辛苦了，四手天王刘德华最佳代言人，谢谢他，谢谢。好，这个转得特别慢，特别尴尬。谢谢刘德华，再次的谢谢他，谢谢。还没有，还在我的视线，拜，还看得到哦。怎么样，舍不得大家是不是？还露个脸，谢谢俏皮的华哥。钢铁铁，小心别被夹到，小心别被夹到，不然就变三手天王了。好，再次谢谢所有的媒体朋友、各位贵宾、各位领导、还有各位粉丝，以及我们所有的销售精英，在此也祝福傲盛40岁生日快乐，锐意创新，步步高，新的一年更上一层楼。也谢谢各位今天的光临，我们下次见，谢谢。